整个腰部都是 S 号、M 号、L 号可以穿的，做了一个经典的单扣。屁股的部分呢，完全宽松舒适，它算是一件啊类休闲、微率性的落地西装裤，直接做这种垂坠冰凉感。我身高161，如果想要有气势，其实你就是踩一点跟鞋；你不想要气势的话，下楼梯穿着我的小球鞋。就这样，有一点点小轻松、小中性女孩的感觉。那第二个颜色是卡其色，长度的话一样，我刚刚示意过高跟鞋、球鞋了，所以呢都可以。那打折这次打得特别深哦，好，就是要让大家更显瘦。再来，你看小帮手穿球鞋，它160，所以呢球鞋是没有问题的，高跟鞋也没有问题，长度非常的友善。